的福利真的不是在开玩笑的啊！电影《北风》二日在首尔举行红毯，现场挤满了粉丝，演员也超级阿萨利，自拍签名给好给满。不止这样，现场还有任务要结。미션은뭔가요진웅샤샤샤해주세요아하나둘셋넷친구를만나느라샤샤샤조진웅배우님꾸꾸까까오마이갓꾸꾸까까뭐어쩌라고真是太爆笑了。